这些
恶业，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这个业，那佛法就意义不大了。我们的世尊就是透过了他这个清净的甘露法水，看清楚净化了，那我们现在也学他，因为学他，这个就是一教奉行，因为一教奉行使得五浊众生呢、能够远离尘垢。殊胜的大事，老师的毗婆舍那正式开播，是现在这个时间最好休息。如果休息，靠师长菩萨的功德，所以今天来认真的来做浴佛，借这个浴佛节好，然后来感恩佛菩萨的恩德，也感恩师长的恩德。众生欲求乐，奈何苦根深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分辨不出善恶。好，真的，如果没有师长，没有佛菩萨教我们，真的分辨不出。
Thank you.
请大家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如法如理去做的话，大家的念佛是包括赡养、财政供养、剩余城市以及这个一家奉献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？目的何在呢？由于这个积累的这个福德资粮以后，增长我们的智慧。这个智慧用来它干什么？就是破烦恼。随喜罪吗？就是我们自己在造这个成佛的路上，那佛菩萨他过去会累积了三大阿僧祇劫的一个资粮，他最后才成正等正觉。班长说，我就每天来疯狂浴佛这样子，那这件事情就是累积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资粮，但这个资粮会带你去哪里？有可能像师父刚刚讲的，就是三世愿。我学到了一个比较深的意义，就是说原来供佛的这个立佛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有三件事。第一个是财进供养，那第二个就是圣人出世，那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叫供养。
那今天晚上听了这三句话，是我最大的收获，谢谢。这次我自承担供法，还有那个场地的部分，行政的部分，希望明年度呢，我们班能够有更多人加入我们的行列。今天晚上来浴火，让我得到一种新的修行方式。主持人说大家发一个愿，啊，我也发了一个愿，就是说我这个月起要到里仁去，每一个月要去消费3000块钱，啊，消费就是供佛。慈心事业有5戒的内涵，师父这一招吃就有不可思议的扭转力量，让我们怎么样避开不善业，去找善尽之业。我没有如今埋怨，一如前日光光明，如今生活玉夫子供得非常大非常大，如法如理去做的话，单单玉夫是包括三样财政供养、剩余城市以及这个一教奉献。